双方今天的先发球员打新队有苏玉杰、周怡翔、徐彦宗、林一辉还有辛福乐。在新北玉龙的部分呢，后场搭档是葛基豪加上周世元，小前锋拉上了卢冠良来先发，大前锋是周伯成，中锋是贺峰，是先用周伯成来顶住福乐，交到外线，伯成三分球出手之余才有绝对的优势，给到石彦宗的出手没有，找到进攻篮板准备挡下来。贺峰在开季的前三场比赛累计将近有十个助攻，这是非常多的。今天他们面对布了一个防守策略，他防守这个球再被大新队给抄走，前面石彦宗飞身灌篮，哦，下周的比赛就可以重新的归队。哦，周翔又被贺峰给挡下来，冷的冬天吃火锅啊。给到前场周伯成的外围三分球进，回给贺峰，外线起了出手进，大新三分落后，石彦宗在空中挑战篮筐，球交给岳颖丽，又是被贺峰给挡下来，服了，再出来给到石彦宗，中距离跳投出手得分，好，在下一季才自由权的身份加入到大新，哇，漂亮，给到前场，球交给周世元，向后翻了一个飞的位出手得分点，周怡翔垫步收球，漂亮的一个上篮得分，可以了。周怡翔又起了出手，再次得分。我试验中这个出手也是必须的。我漂亮给球，李德威在篮下的反手擦，攻下了八分。林辉在禁区，这个球闪过去了。葛基豪，哇哦！天卡跟刷克拉大概差一秒钟。球交给周怡翔飞进来。对，他的下半场的犯规必须有所节制才行。这个球来到玉龙队手上，周学轻松的上篮得分，哇，给的漂亮，哦吼，双手灌篮，哇，漂亮传球，又是扑了，哇，又是一个精彩的地板传球啊，挥手他再出来给到周学外线的三分球出手进，分数稍微撑住才行，哇，漂亮的单动作啊！三弟回来之后，玉龙队换上了卢冠良。对面的传球，底线好，再来一颗三分球，何福切入的传球，底线石原又起了，节奏可以稍微放慢。何福停在弧顶，完全没有人守他，他也投进了三分球。我们要叫在哪？哦，这个传球直接被卢冠良抄走，投进了三分球。再交给赫夫 ，Wide Open， 三分球不进。李基尔再拿到篮下，球头被挡下来，球再给到赫夫，背光转身向后的一个出手进，交给苏一杰，小四禁区对抗之后，哇，苏一杰快速选择三分线外的出手进，最后就让时间自然的流。